外婆成为这个 Hennessy Irish Whiskey。接下来邀请了现场的朋友上来，女性，选我，15岁以上，25岁以下，选我，增加出来，你看你是有加戏，还有其他限制吗？是一个在场最漂亮的举下手，看看，你被歼灭了吧？你在原地就好，你在原地就好，别动，别动。我的猫，我下去接你。啊！有魅力哦！哎呦 ，My God！ 报喜啊，报喜！叫什么名字？黄黄猪。大天高中的黄黄猪。黄黄猪，吓死你了！大天高中。接下来不用需要你的帮忙，你可以帮助我吗？好啊。好吧，你的朋友很简单，是放那边去。然后呢，我这边有这个一些东西，什么是这个？放着。维持的姿势不要转，不要半个小时。这些东西是从隔壁的工地偷来的，我来给你解释一下，所以把它放好。然后两个楼梯跟你。实心的。这个像什么呢？这其实是一张床。床。如果呢，你要躺在上面。这么快啊，刘杰！他们快一半而已啊！太快了！老师在看，所以我喜欢这个工作。说床单，这个是床单。很多人说刘谦很会变魔术，但其他都不知道，其实我自己个人做家事的高手。他床单其实从小铺到大，大家都叫我孝顺的好儿子。铺床单这个东西非常之人，这算高手？算了吧。那惨。谢谢。因为那是个好太太。好了，不好意思。到这边，架上来。越像这边。这个真的是25岁以下才比例比较好。太完美了！我想问你一下，你有没有在这么近的距离看过魔术表演？就是。有没有看到手上什么都没有？确定一下，手上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东西。自己有卷起来，什么都没有。看着我的眼睛，现在我把手呢从头上面摸到头顶，再从头顶摸到后脑，没错吧？仔细看。哎呦！吓到了！什么？吓到你了？好冷！神奇！神奇！讲话吗？好，脚放那边，头放那边，躺下来。好，好，下楼吧。老师，这是你平常都是对呀、啊，都用飞刀啊，老师。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什么事都不要做，把眼睛闭上，就好像在家里睡觉一样。然后想象你的身体呢，越来越轻，越来越轻，就像空气一样轻。就像羽毛一样轻，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
服务消毒了。今天的看你是心情很好的。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很快，当你拍了一张照片，这个效果做纪念，这个 Mickey Mouse 照片也是用镜还给大家，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吓死我了！这一招更好。明天讲，我们主持这个节目很长一段时间。是吗？这个我在现在这个没有百思不得其解啊！老师表演的精不精彩，各位？精彩！哎，聂云呢？你觉得呢？